Hello，Hello，hello, 我是慕尼。好啦，慕尼信箱第七集，话不多说，正式开始，好不好？第一封信，王浩全，慕尼，你好，谢谢你的访客柜台，加好友参加抽奖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，这是送给你的植物西比布，谢谢你的树。每次跟不到，不然就是网卡。祝慕尼快花6000滴，谢谢你三明治，感谢。中奖加，是送你的，谢谢你的祝，鸡皮兔。饭前的伯伯，嗨慕尼，你好。红豆汤圆，嗨。我看你所有发的视频，我也参加了抽奖，希望能抽到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还有我每个视频都有点心哦，拜你的粉丝。谢谢你的红豆汤圆，感谢吧，谢谢你的爱心地毯，红豆汤圆，感谢你每部片都点赞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爱的雨梦，你好，慕尼，请问可以叫好友吗？中奖就加，谢谢你的爱心地毯。慕尼，我是你的新粉，昨天刚订阅你，又开小铃铛。水蜜桃兔子，谢谢你的树，感谢订阅。哦哦哦哦，想加好友，中奖就加，谢谢你的恶魔角。云爱吗？我有看你的影片，谢喽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哦。谢谢你的起司，感谢。爱的小小，解除封锁，拜托，因为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你有在拍直播，觉得你开派对一定会开直播，只是想问你有在拍直播吗？如果封锁你，你就没办法寄信，好不好？我就看不到你的信了，所以就代表我没封，就这么简单。加好友要用抽奖，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可以用LINE解释给我听吗？不行啊，就有影片啊，我们已经有三届了，好不好？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可爱的小小，因为我的那50年都还没加好友，记得去看影片就会了，好不好？希望我影片可以让你了解，有三部，你三部都看不懂再来说，好不好？苏格兰蛋挞，慕尼午安，午安啊，蛋挞，谢谢你的书。归心太慕尼那个歌阿爸一直挡来他对提醒他在那边对啊，有些慕尼在开派对的时候，有些人一直在那边故意在闹，慕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因为我开派对，我也不会一直都在啊。慕尼在忙派对，挂着给大家拍照的，可是总会有一些人来闹场啊，那也没办法。我希望这种人会越来越少，好不好？归心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不好？还有那些管理员、保镖都超辛苦，他们管那么认真，但还是很多人闹，甚至还骂他们，有点过分。婷婷，他愿意什么？我爱你，谢谢你，某某。Lucy， 中奖就抽，不中奖就加，中奖就加。好吧，如果是什么黑好友的，我就会说中奖就加，谢谢你的数。已经订阅了新粉丝，还有开小铃铛，谢谢你无上猫，感谢订阅。加好友的话要中奖就加，好不好？玩玩中奖就加。蝴蝶结，我是观众你的礼物，谢谢你的树蝶结，感谢。进不去，我试一下。默默，今天拍照辛苦了，影片其实一半有字幕，一半没字幕也没差啦，差低。删掉的话，时间就白费了。感谢慕尼一直切画面回来管，我们米粉宝会一直支持你，谢啦，默默，感谢你。没有，我是想说，要么就全部有，要么就不要有。但后来发现快直播了，影片还剪不完，我只好赶快把原本的字幕都删掉。好了，下次我再考虑看看好了，就是干脆就一半字幕一半没有，因为我觉得片还是要出。对啊，因为那个片如果太慢出的话，因为是我那个是版本更新的影片，太慢出的话就不是那么好。对，谢谢你的气势，默默，感谢你。点一安，问号问号问号，什么东西？盛大雨，慕尼你好，我是刚订阅你的人，这是我的心意，谢谢你，盛大雨，谢谢你的访客柜台，感谢。鸡块，首先跟慕尼大大道歉，最近都不能看直播，难过会去找重播的。好，谢谢你鸡块，记得要看哦。凯凯，哈哈，慕尼，我家有滑梯跟蹦蹦床 ，OK， 收到了，凯凯，我有去看过，我去看过蹦蹦床。泽泽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，真的，拜托加油。中奖就加，
可爱的小白，慕尼你好，上次拍照我很守规矩，没有插队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欸，小白是帮我在那个门口管理的那个人，很棒啊，小白。很多人都是因为你们这样，还有默默啊、爆米花啊、还有奈奈啊，什么绿茶七分糖嘛，对啊，还有很多都有来帮忙，你们都有看到哦，很乖，没有插队，超棒的。可有小霸，欸，我记得啊，这是上次你说什么？你哥哥，这是慕尼新疆不知道第几集，你说什么？你哥哥要退游了，他的希望是可以跟我加好友那个的呢，我还记得。小杰，嗨慕尼，希望抽好友，欸，就最后真的抽到他，各位。现在看这封信的时候，觉得有点神奇，最后真的抽到他，谢谢你的机票啊，小杰。阿维维吗？送你慕尼，谢谢你的树，感恩。小年菜你好，谢谢你的树。小年菜中奖就加，最聪明 Amy 加插队啊，不要插队好不好？插队是不好的行为。Amy 加，如果有人说你插队，真的吗？谢谢你的树。天气冷，好像喝酒。中奖加。YT 搜寻慕尼慕尼哦，李伟翔吗？30，谢谢你的起司。可爱又稀吗？生日快乐，谢谢你的祝福，谢谢地毯又稀，感谢54188，祝慕尼订阅破10000，好，我们先破7500就好，现在要7500有点困难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树。小星星。慕尼，我为了一张照片站了好久好久啊，不过拍到真的会好感好开心。你的抖音我也关注了哦，祝你频道早早破10000，谢谢你小星星，谢谢你的气势还有你的祝福，谢谢。动感广播，慕尼，我的时间有点赶，所以有些字我会漏掉，我很抱歉，这是我送你的。好，谢谢你的爱心订单，感谢 Emily 雨是吗？可以加我好友吗？中奖就加。云云不会台，慕尼我订阅你的 YT 哦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继续支持你的，加油！好，谢谢你云云，谢谢你的祝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们才可以有今天。CY 慕尼早安，早安啊。正版已经穿黄色衣服了哦，那你应该有跟到我们的小游戏哦，所以你才会穿黄色衣服。阿拉呱呱中奖就加，中奖就加。派对，直播会一起玩。加江姐哈，谢谢你的爱心地毯。慕尼粉丝嗨，韩粉慕，谢谢树。说自己什么工作自己，谢谢你的恶魔角韩粉。奶茶今天好开心，和慕尼拍到照片，一起玩到小游戏，也和慕尼在同一个录音场。真的，欸，奶茶超常出现的，不管是派对小游戏，好不好？很记得你，好不好？奶茶，扁四咬嗨，慕尼在直播吗？这个时间点3点多可能在直播，如果我有开的话，谢谢人数。海螺你好，小丫丫为什么不能当朋友？因为你要先看影片哦，中奖就加。1314就爱玩，慕尼这个给你，谢谢你的酷。巧克力步步中奖就加。烤鸡123，可以写排好队不要插队。有我写，那再剩多人插队好不好？烤鸡中奖就加，中奖就加。可爱的中奖就加，谢谢你的酷。进不去，再多试一下哈，婷婷。中奖就加。月月进不去可以跟你拍照吗？不行，如果在外面遇到我再拍。许人硕，你的派对都好多人哦，我都进不去，所以我订阅你哦，谢谢你订阅许人硕。还有你的访客柜台，感谢你。慕尼喝个水好了。蝴蝶人，中奖这家。慕尼你好，我看你的视频哦，谢谢你乐活平台。感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哦，拜托你了，不行。
O Z 啦，木尼你好，我是你的小粉丝，我看过你的影片，谢喽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哦哈。Mary 小花给你，谢谢你的祝，感谢汉儿子，这消息在第几集？第七吧，现在应该第七集。陈雨希吗？嗨，你好，在拍影片吗？不一定，这时间轴不一定，应该是在直播吧。喵喵喵喵猫，进不进的排队，多试一下哈。生僻字万元岛有按赞加订阅哦，正在看木尼直播 ，OK， 记得订阅按赞哈。哎，不对，你已经订阅按赞了，谢了，记得广告不要略过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树，谢谢你的树。豆种子，咖啡豆种子，我想要进去多试一下，进不去，多试一下。CHLOE 酱，可以告诉我住在哪里吗？我都找不到，我在东亚的 Gobro Town， 好不好？那个说明栏有写哦，含羞草进不去，多试一下。耶耶耶，谢谢你的树。YS2 慕尼派对进不去，多试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人很多，好不好？大家一直挤一直挤就可以了。谢啦，谢你的树。好。橘子味芬达，慕尼，我8月4号就是我的生日，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？虽然现在录这部影片的时候是8月6号，不过生日快乐，芬达。Jerry 90进不去排队，多试一下哦。你不要再做假正义，插队就封锁，这样插队是难免的。天天玩乐园的人物是可以穿透的，封锁的话会让你的粉丝不喜欢你，还会让人不喜欢天天玩乐园。你喜欢吗？不喜欢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我来特别回复你好了。很多人。对啊，天天玩乐园的角色会穿透啊，但为什么其他人做得到排队呢？那就是他们知道大家都在花时间排啊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来插队的人，被封锁是很正常的、啊，对吧？而且我有讲过，我在派对封锁的人，封完之后都会解掉。但是你只要在派对有在闹的，我基本上一定会把大家踢出去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不是假正义。这个是大家都在遵守的规则，而且今天派对的名称我也没有拜托大家来，我们标题都打得很清楚，就是开放给我们的粉丝来拍照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今天不愿意遵守规则的话，那你来派对再来插队，那一定会被踢出去的、啊，被我看到一定会被踢出去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，别人都可以遵守的东西，不要当特别的人，好不好？大家那么努力在维护，小芳芳，中奖就加，可以加好友吗？中奖就加，支持你，谢谢你狗狗，谢谢你的支持啊，支持好，谢谢你。你好吗，假发你好，大嘻哈你好，帅哦那个墨镜，含羞草，多到几点？通常都四点半啊，这不需要多试一下吗？可以加你好友吗？中奖就加。奈奈呼，我很开心，我在慕尼信箱的第三集出现。我没有什么钱，只能送你这个。祝你10000订阅，谢谢你，奈奈呼。谢谢你的树，感谢你。谢谢，也谢谢你的祝福啦。10000有点远，好不好？加好友中奖就加，那进去多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是文轩，你好，发现一间家有蹦蹦床，有我去看过，就是他在上面会一直弹，一直弹。悠哉的泡泡给慕尼的信，传信来是想偷偷告诉慕尼一个秘密，去学校的食堂找两位卖食物的员工，离他们柜台最近的饮料贩卖机有一个坐椅子的互动键，按下去就可以漂浮在空中了，虽然没有什么意义，也不知道慕尼看到的时候有没有改掉哦。真的哦，你下次去学校的时候，希望有观众可以帮我记得这是什么贩卖机会有互动键？好，谢谢你又在泡泡，谢谢你告诉我的消息。下次如果直播有去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来玩玩看。喝一下水。梦魂者堕掉大雨，谢谢你的树，感谢你的祝福，安安。14个字，空白的信，谢谢你的树。
傅银珍666，慕尼辛苦了，大家也辛苦了。看起来大家都来闹的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帮你。不是大家都是来闹的，是有些人他来闹，那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不是大家都来闹啦。吴杰宇，我看着直播，谢喽，确定按赞。先降，谢谢慕尼让我们拍照，谢谢你认真的排队哦，谢谢你的树。晚西吗？我是你粉丝的。中奖就加，我是你的小粉丝 ，OK， 超级勾追，谢谢你。Yuri 奖直播辛苦了，虽然我没有拍到照片，也很谢谢上次尼宝保镖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都免钱哦，我会继续支持你。百事尼宝 Yuri 奖，好，没问题。不管你是米粉尼宝，都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没有你们，没有现在的慕尼，好不好？小熊蛋糕，你好，我是新粉，可以叫我云韵。已订阅是边开信边留言的，虽然很多人都送礼物，我还是想送礼物，谢喽，小熊蛋糕，谢谢你的订阅，然后谢谢你的访客柜台，感谢你。香草真奶，慕尼，我是你的新粉，我有跟你拍照过，但在进第一次的时候，为了帮你按星星就断网了，第二次在准备进的时候也断了。第三次再才进去，但也真的很幸运呀。而且我一直在祈祷能抽到你的好友，虽然机会很微薄，哈哈。希望你有看到哟，你拍的影片也真的很不错。因为你有说不要送你，我就不要，我所以我就没送。OK， 香草真奶，谢谢你那么辛苦的跟我拍照，终于拍到了，好不好？三次才拍到。OK， 相信你这张照片得来不易，应该是特别珍惜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香草真奶。可以跟我拍照吗？你有在我旁边都可以拍啊，要排队，不要插队，拜托。六翅膀不行。小熊蛋糕，你好，慕尼非常喜欢看你的影片，导致没办法进入排队。好了，拜了个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拜了个拜是不是？谢谢你的树。奶糖，你好，请问中奖就加，只要你能回复中奖就加。你刚才那封信就是加好了吗？就中奖就加。怎么关了派对？应该是断线吧，还是这样？我派对不会开整天啊，就随机开好不好？大家不要觉得说啊，我怎么会关呢、啊？小轩停吗？中奖就加限流数，中奖就加真奶。我是你的粉丝，订阅频道，有看直播，想要一起拍片，但好友要中奖就加。虽然送鱼缸好不好？谢谢你的鱼缸，但真奶好友要中奖才会加。每天都在订阅你，不是啦，订阅一次就可以了，没有每天在订阅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每天找你的朋友来订阅，好不好？你订阅一次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小轩婷，谢喽。我们都在一起，中奖就加，谢谢你的祝福。谢谢小粉丝，中奖就加502慕尼嗨，你好。何轩哲嗨，花悠悠可以加好友吗？中奖就加，虽然是铁粉，但还是要中奖才可以加哈，感谢。超级强的男人，为什么不跟我当朋友？我都订阅你了，因为我们好友要中奖才会加，好不好？不是订阅就加，如果订阅就加，那慕尼的好友加不到半个，因为早就加完了，好不好？最可爱的猴子，嗨，你好，韩粉阿汤哥有可能，阿汤哥有什么？谢谢你的树。为什么要传这种东西来？好啦。那就封锁啦，拜拜！你们传这种在辱骂的信，我就直接封锁了，我也懒得念，好不好？我是个超级强，你好，谢谢你的祝发疯团慕尼，我是新粉，你好，发疯团大大，欢迎你，见你的祝仙女国有订阅了，感谢你的订阅，结瓜，谢谢你的爱心地毯，甜甜。因为我抽到了汉堡帽，可惜也不能送你。本来想说，因为你只有衣服，所以就送你帽子，可惜了。但我就送这来当礼物。对啊，那个抽的东西不能送，缺帽子啊。但我目前没在抽。谢谢你的气势，点点。烧肉饭嗨，你好啊，烧肉饭，谢谢你的祝。怎样做管理员？我会看状况，好不好？管理员不是说要做就做的，我自己会看状况给。好，谢谢你。如果你是说派对里面的管理员的话，那很多都是他们自愿自发性的去帮忙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已经门口跟入口
出口跟入口都有管理员的话，那就不要太多管理员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这样会互相会太乱，好吧？如果发现都没管理员的时候，大家再去自发性的去当或当保镖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如果管理员都刚好不在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木尼安安，你有抽新的情人节宝箱吗？你有棉花糖机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都拿去布置我的拍照房了，我的钻石都拿去那个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三安安、啊，以球哥，木尼有今天抽新的情人节抽奖宝箱，第一抽就抽中我最想要的帽子，我超开心的。还有希望你能破万订阅，我喜欢你的影片哦，加油！谢谢你，以球哥，感谢你那么支持，谢谢你。仓鼠小面包，这个给你，拜托加个好友。谢谢你的蛋，好不好？仓鼠小面包，但是好友还是要中奖就加，好不好？只是一个路人甲，嗨嗨。好啦，我们再看两封信。我是你的粉丝，谢咯，很喜欢你，感谢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七集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在这部影片底下留言，让木尼知道说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哦。好，那这部影片结束了，我是木尼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